主料：紫薯泥200克，黄油15克，淡奶油20克，辅料：白砂糖20克，马苏里来汁是最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紫薯蒸熟后去皮，用汤匙将紫薯压成泥，黄油隔水融化，砂糖加入紫薯，拌匀，黄油也加入，再加入淡奶油拌均匀，装进烤杯中，一共可以做三杯，撒上马苏里拉碎，烤箱预热170度，中层烤13分钟，香甜的橘紫薯就做好了。烹饪技巧：根据紫薯的甜度放糖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